他开始闻呢，为什么？什么令的破破破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对你在玩的马来西亚人，是王令，你是女二便便。我是架杠台湾男主角，我是压力就是我为瑞典邓来了后，唰，炸邓来的，又在唰来了，这个很容易记错，炸邓来的细球啊，加拢是瑞典的有名的细球啊，这个 Kex。全班都在卖，哎，川博的店拢卖，很夸张这个，嗯，所以我们先吃这个，然后转一下，哦，有威化感，国民巧克力够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这是一叫小哎巧克力，很厚实的感觉，就是很扎实。我们一般吃威化饼的时候，觉得就是酥酥的嘛，它是比较硬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很比较有诚意。OK 了，巧克力是好食的。它里面饼干也很好吃，不会腻啦，好吃。对，我觉得好吃，值得买一波回去。巴拉布这个牌吼，是嘛是四个拢会看到的，大家讲要买这个 Oreo 的口味，因为断面来这一块起来有 Oreo 的，比外面更甜的。哦，不够甜耶。这个比刚刚那容易腻耶。这个腻，这个腻。Oreo 那个夹心也在里面。所以大家吃这个吗？嗯，这个还是 Marabou 的苦瓜造型。苦瓜造型。来这是一粒一粒密密麻麻的坑吼，就是。真的耶。密集恐惧症的人是袂当食的。老老巧克力。欸，跟我预想的不一样。我跟我预想还不一样，就牛奶巧克力啊。嗯，因为造型是做出来做下面，完全不知道它的用意是吗？意味不明呢。这个白巧克力是卡底耶。嗯，我们要吃 smash。smash 有盐巴。哎，这个是那个吧，七七乳加巧克力吧。哎，有人家凑热闹了。边边不可以吃巧克力，你不可以吃，你走开。拍到了。有爆米花感，刚吃进去的肉。嗯，就是每日星球卖那个。切切，一粒一粒是切切。然后那个里面的碎片是单吃是咸咸。叫海盐巧克力。低卡咸。但这个不错，我觉得这个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也蛮耐吃的。没有吃过的口味。接下来讲这款巧克力，这个就是瑞典版的 Kit Kat。哎，这个是 Kit Kat 的 feel 哎。巧克力变多而已啊。嗯，这巧克力味道不一样啊。这边靠奶耶，这边靠酒。嗯，也比较没那么甜，完了甜到咳嗽。就甜。就来讲这个 dime， 吃掉，哎、欸，好硬，好硬，嗯，胶囊，这热量满点呢，好恐怖哦，这个修低，那根本就不是巧克力，哦，好甜哦，救命啊，那你刚刚喊焦糖，对不起，是太妃糖，应该是太妃糖吧，太妃糖，对，爱点大量的醉，这嘛讲这个 d i 是约会巧克力吗？嗯，几粒几粒呗，嗯，就有点像那个，可是巧克力怪怪的。巧克力不好吃，嗯，比巧克力米果的巧克力还难吃。你不是巧克力，劣质的巧克力。卖搞我钱了，这白毫棍死崩了，因为这个是最有名的。Holy， 洛丽塔里，洛丽洛。哎哎，两种色诶，在这。有两种不同口味。哎、欸，好软哦、喔。它是棉花糖，很不棉花、啊，就有嚼劲诶。我不会再吃第二包诶。真的好甜哦、喔。这个咬，黏咬，真是嘞。Dark chocolate， 嗯 ，Dark chocolate OK 啊，但是就是有点过誉了、嗯。巧克力的世界已经结束了，哦，终于。先讲这个 B 啦，哦，这个嘛是跟 Pola 同款有名，世界拢会快点。Pola 嘞 ，Poly 啊 ，Poly，Pola， 哎，我口误啦 ，Poly。这是金鱼还是海豚之类的这个？嘿啊嘿啊，呀！哦天哪、啊，香料味十足。有点下面，嗯，哎，第一嘴有口香糖的感觉。对。很有嚼劲，还是很粘牙。对，乖。现在来讲这个 zoo， 你下面折型。你的这猴子啊，侧面的猴子哎、欸。很难咬的软糖，捡起看轮行不行？可是它现在粘住我的牙。真的，开始粘了。露嘎露秒。一开始 Q 了一下，后来就粘住了，搞到就不买了。Sorry 啦，这个高疼。那我听别人讲，瑞典人就在意食疼的。耶，疼的世界终于。我觉得牙齿已经开始痛了。太难咬了。OK， 接下来就来讲，应该是咸的哦、喔。之前讲这个向日葵，然后这个香蜜苗 ，Estrella，、哦、好难念哦。酸奶洋葱味，台语怎么讲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洋葱是台语什么。哦，欸、是脆的吗？脆的，脆的。哎呦，哦，这个香料味很重。嗯，上面有撒一点点那个，那个香料的菜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一直吃啊，是怎样？我改。你口腔黏膜碰到它的时候。会觉得有点刺激，就是味道很重，可是又可以一直吃，我觉得很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看电视绝对马上吃光，很好吃哎、欸，很好吃，真的，有点奶油香哎、欸，酸奶，酸奶，那讲这个
不知名的菜。最好看这些金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还要写名词啊。他搞不好是，他搞不好是叶饼。因为边边一直想要找你。边边很久没看到你。他开始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闻到喜欢的味道。可能里面那个植物是猫草吧。哦，所以我应该给猫吃。这个、啊。他们的洋芋片外面都会裹一些菜的那个粉粉。点点点，点点。姐就采香料冰，就是我们上次在瑞典吃到那个猪肉丸的那个味道。对，香料的那个后劲还蛮重。对，很重，就是会弹回来。现在要吃这个什么 OLW cheese noodles。其实都会外表。我觉得这是那个条状的乖乖啊，而且味道很淡，很淡。哇，那一点啊薄薄的 cheese， 爱你娘。很像五香乖乖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们跑去国外买乖乖干嘛？不知道啊，今麦就来算棍熊盖爷零食咯。巧克力一定是 cakes 啦。cakes 啦。那个三个洋芋片，一定是大包的。拿过来，我们再来给他欢呼一下。冠军，最好食的，最好食的。今天的技巧，瑞典的细菌要留到家。继续吃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先介绍给我，想吃啊。你赶快完结啊！你干嘛？好，我刚刚想试吃试啉咯，卖袂离爱分享、按赞，但是有去瑞典嘛，会当买来吃就对啦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